跨世纪的影印奇才郎静山。一袭长衫，一双布鞋，伴随着一位跨世纪的摄影人，走过明初的动荡时代，经历了东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他就是驰名国际的集锦摄影大师郎静山先生。郎大师原籍浙江兰溪，1892年生于江苏淮阴，1995年病逝台北，享年104岁。献身摄影艺术的岁月长达90余年，堪称世上罕见的影印奇才。少年时期的郎大师跟随李静兰老师习画，适逢李老师对照相技术颇有研究，因而在学画之余也启发了对摄影的爱好。20岁那年，郎大师进入上海申报馆工作，任职于广告部。有感于外国人拍照都是拍当时社会的丑陋面，例如缠小脚、抽鸦片等画面，丑化了国人的形象，因此他决意以摄影工作来宣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34岁时转任时报，成为中国第一位摄影记者，不久举办了第一次作品展览，首开摄影展风气之先。郎大师毕生从事书法及摄影研究与创作，经常举办个展，并常参加国内外摄影展，是美国摄影学会及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会士，名扬中外。早年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摄影学会，对推广摄影艺术不遗余力。来台后并从事艺术教育工作，1968年至1977年在中国文化大学担任教授，并曾在中华学术院成立摄影研究所，培育了许多人才。台湾整个摄影活动的发展，我想跟郎老关系很大。当初不是他出来办摄影研习班，组织中国摄影学会，帮助他们成立各地方的学会，这个摄影不会像今天那么普遍，那么发展。这个是他功不可没。郎大师一生有不少创举，例如1948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摄影学会，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集锦摄影法。他运用多张底片的局部，创作出蕴含意趣的集锦作品，最重要的是表现中国山水绘画的意境。暗房工作只能自己做，没办法叫人家帮忙，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也是有这样的看法，就你自己的作品如果不是你自己放的话，你根本很难表达你所需要的那个意境，那个理想。所以郎老做暗房呢，他都自己做。我父亲他在暗房里做那遮光手饰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是要几十年的经验，你才会达到那，就是说那个手那么熟练，你会看到他做暗房的时候，他动作很快，然后又很自然，然后又很连贯，就是好像在做那个交响乐的指挥一样。就是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在他96、97岁的时候，我还时常陪我父亲在暗房做一些工作，这样子。郎大师作品最为人称道的是集锦摄影，他的集锦作品看起来像完美的水墨画，群峰耸翠和寒江独钓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有些作品还兼具趣味与意境，
例如拍摄张大千先生的《松阴高士》与《百鹤百寿》等。郎大师作品融合科技与艺术，不仅技术高超，他在说话上的修养及构图上的创举更是其成功的要素。这项集锦摄影艺术在七八十年前堪称前无古人。以前的艺术家他涉猎的面比较广的，他不是只有说哎，我摄影的话就纯粹摄影的，像郎老本身的话，你看他也会画中国画，也会写，也书法也写得很好，他也蛮喜欢古典音乐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可以在他创作里面的话是可以帮助他的，那从他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元素，从摄影的一个所谓的化学的东西转换成这个所谓的纯粹这种我们所谓的绘画的方式呈现的，用毛笔的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以他有一些作品的话就是两个结合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就是一个艺术家本身他特有的特色就是在这边，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哎，摄影的话就是摄影，其实说摄影其实可以跟绘画可以结合，也可以跟不同的艺术结合的，所以不是单纯的一张照片而已。郎大师认为，每一帧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在黑暗密闭的暗房产生的心血结晶，而由于长期的坚持，终于为郎大师的集锦摄影法赢得了"影中有画，画中有影"的美誉。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里面，它还就是，中国人讲的那种清静高雅、幽静啊，还有那个道家，中国道家的精神啊。我觉得你这在他作品里面都可以发现啊，还有像庄子说的"虚静"啊。这些都是完全都是中国的东西。郎大师以中国古代画论谢赫六法之美学融合摄影科技而创造的集锦摄影法实为一大创举，获得美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十多国荣誉学位，以及中华民国中山文艺等奖章及荣衔，其中以1942年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头衔，以及1962年五月获得国际摄影艺术联盟颁赠的最高铜衔，不仅是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摄影界人士，也成为国宝级的世界摄影名家。全球华人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话，郎老如果要做一个艺术家能够世界上能够大家认同的唯一的，在我们来看的唯一的一个就是郎金山，如果在摄影这块领域来讲的话，应该算是郎金山是相当可看的。1996年12月，为了对逝世一周年的郎大师的成就与贡献表示崇敬与追思，台湾创价学会与国父纪念馆、中国摄影学会、中华艺术摄影学会等单位于台中市立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纪念郎敬山大师摄影联展，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是，我觉得这个创价学会今天为了纪念郎老办的展览啊，出的书啊，这个意义非常的大，而这个创价学会能够，那么盛大的来纪念他，我就是很不简单。那么当然，过去郎老在世的时候，也跟创价学会大家都非常的好，建立了很深的感情。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个原因，但是创价学会一向对摄影的重视，对摄影艺术的重视，我想这个也是你们要做这个一些事情的这个最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创价学会，我知道已经花了很多这个心血，来带领他的会员欣赏我父亲的作品。任何一方面的发展，有这个团体的力量的话，那一定会是蛮成功的，我相信。郎大师一生见证了时代，走过了历史，
所拍摄的作品记录了百年的人生实相，弥足珍贵。